必须控制一下，一天给10块是不是？这个都没人懂你说的那个，有地道啊！啊，爱奇艺、优酷啊，都找不到这样子的、啊。一桶鱼啊，兄弟们！啥都我有过的。一桶鱼，啥都我有过的。哎呀，不卖油。不准走进来聊啊哈，跟我不接，我要多久了？一个电视剧哦。阿姨，他小弟放那吃饭了。电视剧都没下载付费了，问题是现在尊哥想付费的找不到在哪，找不到啊！想付费都找不到。尊哥，研究一下。害我开了3个月的会员都看不了，是不是？都找不到那个，找不到他，是不是？被骗了，被骗了。优酷一般 ，TVB 的电视较多。耶，伟伟来了，伟伟大美女来了，我把鱼整出来先。给你们看看这一桶鱼多不多，有的刀都没给走了，这瓶嘛没给瓶一刀我们都出了，那得有一刀没插走了，那桶后面都没干呀，都是干了味道，波波倒鱼了，兄弟们。你们没事，啥没搬给啊？别都是。倒鱼了。然后把两只整杭州。鱼整回来了。哎呦！我得了。这么多钱一个。都不多，乱七八糟的都在这里。对对对，哎呀，那火候没干了，我得干那多少？还没干，加油嘛，加油！还干了没？加水都没干的多，你好啊！有油的没呀？没干的多啊！给我倒，给我倒。干水也干了。嗯，看到不？了解的。用新闻机给这么干的给多多啊？是啊。现在挑虾还有鲫鱼啊，干水那干了都没虾了，都干水呢，干水没干了呢，龙虾那样多的啊，那都哎那么熬的都是没得了，干水啊，婆婆要先弄点虾给人家，要把水倒了吃，多紧啊，你看那。哦，大黄鳝跑出来了，跑出
我把它写进去。你看你是。先挑点虾给人家啊。今年两岁了吧。兄弟们啊，大哥们啊。这里还买几个我这里。没有多少虾吧。这浪的是不行的。那他给小那条猪。有水啊。没有水啊，凉水了个。凉水了捞到了五斤了哈。咦，等下鲫鱼都死掉了，波波回去弄点水来养鲫鱼才行。你头没有水啊？这里有水了，弄点水来养鲫鱼才行嘛。优酷很多老片都可以看，你看哪个啊？小七，啊，这个木马有几多啊？啊，波波把鲫鱼挑出来先。这啥鱼啊？还有小虾米，木鱼啊，你都看到，哎，木鱼啊，你都很看到，啊，可能都没有了吧，都没钱。虾可能都没有。